这开始表演之前呢，我们要洗门风。这到中间来，因为他一毛超长的啦。而且那一对太阳，心哎，怎么那么心哎？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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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那么心哎
外可恶。毛发，毛发，我们可以打那一集吗？刚刚我在跟他聊啊，我说，哎，你以后要不要就是，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大的目标？结果就说，比如说超越康永哥啊，或者小 S 姐啊。他说，只是，康永哥，你要听完。他就说没有没有没有，他们不是我。你说我是什么痛？不是我没有办法达到你那样的程度。你说我是什么痛？你讲。是很棒的。那你呢？不是，就是我你清高，你清高了，对不对？而且他说你来我家把金钟奖直接拿走啊。我说康永哥有拿过金钟奖，你不想超越，你难道觉得这不好吗？他说说拿金钟奖都有金钟不中。他说他真正想要走的是比康永哥跟小孩子姐都还要更高一阶层的。不要！不要再讲！你自己讲，你有讲，我只讲三个字。有。钟欣凌，你觉得汉典的家长会很恨我和 S 吗？应该会吧。美秀，你也觉得是这样对不对？我觉得是不甘，但是他会很谢谢你们两位。对，所以你说他这样看到他的手还是会心疼，对不对？真的还是会很甘。所以你说他的爸妈可能一边看康熙，一边是落泪的。对，有可能心一边笑一边哭，就别的观众都在笑，只有他们家里人在受苦。哎，这样我们不要再折磨人家家人。汉典，你回去孝顺父母吧你。妈妈，麦考了。我俩在战场获胜了，出爷了，效果了。我跟你讲，这种财产，你这样子又是陷害他们。这种就是变得他又自己又加分，又加分。他怎么会害我们两个？他就是说，你看这都是效果，他跟纳豆同一挂的，就害惨你。他就是双面人啊，他双面人跟负心汉。对。我跟你讲，他红了之后把他女朋友甩掉，陈妈妈，你知道这件事吗？你的儿子是负心汉。陈汉典最近红了之后，抛弃了他以前在学生时代交的女朋友。真的假的？没错，观众朋友们，他不是你们心中的乖乖牌好男人，他是惊喜的公享女啊。陈汉典，所以你是红了之后把他甩掉吗？啊，这个问题啊，咱输的。为什么只可以共患难，不可以共富贵啊？你是现在开始觉得他烦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不是啊。最近要追女明星吗？不喜欢素人了。是他耽误到你工作的时间吗？不是啊，这。阿龙，还是你要配一个高知名度的人？是他没有给你新鲜感了吗？还是你这几个私人的问题啊？你看他这个条件，要命了，凭什么甩掉人家？哎，他真的拽起来了，现在他真的拽起来了。很多观众都觉得我们演艺圈很黑暗，然后男艺人都很花，就被他这种人害，都是你们这种害了。对了，不然这样好了。康永哥也在，制作人也在，就让他出去闯一闯。以后我们这个节目怎么做下去啊？现场就有负心汉，谁以后看我们的节目啊？哎，陈汉典，我真的很惊讶，你会带女友去 motel 哎？你为什么不把她带回家呢？那你觉得是女友还是临时的女伴呢？应该是女友吧。女友她在我们节目一直假装是单身的啊，因为我这个人是比较低调，可能是她有偶像包袱啊，也没有，也不是，所以这次那个女生有偶像包袱。这次跟你去 motel 的那个女生，跟上一次跟你去 motel 的女生是同一个吗？啊，是，你没一直去 motel 啊？啊，因为本身还是住家里面啊哈。所以哈，这个要注意。所以你一个礼拜去几次 motel？ 啊，应该不是说一个礼拜，应该是说一天呢，照三餐去啊，这样可以吗？要生气啊？没有没有。
你好像有礼物要送给我啊？对对对，因为 S 姐好久不见了。对，那我就是因为去坎城坎城影展，所以你去哪里？坎城，法国坎城影展。去干嘛？去去坎宣传宝岛双雄新的作品。已经下档了吗？还是还没上？还没上映，还没上。结果去坎城，有人认识你吗？啊，有有有，哎，陈汉典有吗？有，真的真的。谁认识你？啊，华人朋友。对对对。然后有走红地毯吗？有走红地毯，然后我们就拿很自在的。你确定你有走在红色的东西上面吗？有，走在马路上面。好了，我真的有走在那个红地毯上。你说欧洲有记者拍你？都是华人的，华人媒体拍我。那华人媒体拍有华人拍你，真的真的，华人媒体拍你肩膀吗？是你让开一下。OK， 所以从坎城回来，整个精神状态有更好了吗？很好啊，很好。是有觉得自己是国际巨星了吗？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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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想。所以手上拿的那个是你的照片吗？不是，明信片就是要给两位这样。我现在在法国参加坎城影展，所以寄张明信片跟你分享我的喜悦。对，谢谢你们对我的照顾，让我参加坎城影展。是我们安排的吗？不是安排，有人在坎城把你干掉，让你不能再回来。让我先帮你们试一下水温，希望我们有一天也能够参加坎城影展。你不知道我几岁就去坎城一趟，轮得到你来帮我安排？没有去过。刚刚聊到坎城，是不是你就很想要插话了？哦，因为你要告诉费翔先生说你去过坎城吗？然后费翔大哥有，我还跟费翔大哥合影。然后他以前是导游，所以他带团去坎城。不是啊，我是去参加坎城影展，我也有作品。他在那边有因为吸毒被逮捕。不是，哎，不要了，没有啦。我最怕的事就是有人因为我而不快乐，所以有人因为他而不快乐，哎，可能是他的家人吧。他的家人。记得刚开始在《康熙来了》和 S 姐互动，经常被他亏，也被他 K。引起了网络上好多网友的声援，替我打抱不平。天哪！觉得我是不是很受委屈？会不会很难过？我都会赶快上网澄清，安抚大家的情绪。安抚人，人格好伟大。那一阵子回到了家以后，连我妈妈都替我担心。有的时候半夜到了家里，妈妈还会偷偷的问我：“孩子，你被打会疼吗？”我真的觉得我在这边要郑重的跟汉典的妈妈道歉。哎，不要不要，千万不要哭出来！你哭出来，我们麻烦很大。拿一张卫生纸给我。哎，不要，泰哥你不要，给我。不是你怎么样？拿有泪不轻弹，老板，真的汉典，我知道汉典是你心目中的宝贝。不要开玩笑。我也是身为人母，我知道那种小孩被人家打的心情。Oh my god！ 没有打啦，哎呦，那个是……我真的对不起郑妈妈，这是她的地盘，我先不要。哎哎哎！这里弄不下。不是，哎，这是你的，这是不是？很多路人都是看到我说：“小 S， 你这个最毒妇人心，你不要再欺负陈汉典。”哎哎，没有，他没有哭了，没有。有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在想要做节目效果。是不是在笑？你是不是在笑？不要闹！我那天跟你一起，吃完饭走过路边的时候，还有人从窗户用石头丢你。有那么夸张吗？还有人石头啊？不是，对吧？我那天去吃饭，真的我在排队，然后突然有人从后面踹我一脚。你在偷笑吗？你干嘛把自己写得那么悲情？如果下次有记者再问你说小 S 是不是真的打你，就立刻把烟点起来，然后说小 S 这个贱货，我已经恨他很久了。但是这不是我的心目中的，那就是你心中的 OS。不是啊，因为你不出这一招的话，我的形象都是会一直被你踩在脚底下。确定吗？因为你走苦情牌，大家同情弱者就会觉得 S 很坏。你就知道现场就发飙了。哪一集嘛？哪一集嘛？现在哪一集嘛？我不爽小 S 很久了，每次都一直弄我，对不对？我出书这样一直讲，什么意思嘛？对不对？你竟然当面骂我！你真的把这边当你地盘了？你在这边对小 S 呛声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进入演艺圈这么多年，还没有人当面骂我。不要不要！哎，其实你在笑。老婆，你先把灯关掉。他没有哭啊，现在关掉他没有哭。我在节目中总是被 S 欺负的小媳妇形象引起了许多网络讨论，有许多观众跳出来挺我，在网络上为我打抱不平，害得 S 被批判，
有的人正义凛然，但也有人不少是为了反对而反对。对，连我妈都曾经替我担心，小心翼翼地过来问我，孩子被打会痛吗？这是刚刚你们念的那篇吗？就是，这是118页啊，跟刚二十七页是不同的页数，中间隔了大概将近90页。可是内容是一样的，内容一模一样啊。好了，我如果真的汗点不是让你心里这么多阴影，然后这么不舒服，花那么多篇幅来讲这件事的话，我今天当场就跟你下。不要不要！哎哎哎哎！真的？哎哎，喂喂！你让我跪！跪！我不跪就会花一辈子骂我。我膝盖顶住了。所以整本书就是有三分之二在控诉徐熙娣，是不是？不是那个。所以陈汉典，你花那么多篇幅讲我，可见你是比较恨我胜过蔡康永。就是很感谢你才会那么多篇幅在说你，因为你非常大气。所以你就是不感谢蔡康永喽。119页 ，S 姐不管什么事都可以拿来亏我。当他知道我和大学时代的女朋友分手，他根本就没有问我事情的原委，就在节目中说我是负心汉。说我冤枉他吗？影响了他的人生？那是很好玩的。我当时真的吓到了，我一向绝口不提私生活，当下脸都红了起来，很自然的反应。S 姐喜欢看我不知所措的样子，所以不管我的感受，没事就拿起来亏我一下。陈汉典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。哪里不愉快你就跟我讲啊！完全没有哎，太愉快了。你干嘛还你干嘛还费心请出版社，然后出一本假装是公益的书，然后其实都在骂我？不是，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啊。120页，那一阵子我刚好在内地有一个新的主持工作，谈论两性话题 ，S 姐就会直问我：陈汉典，你这个负心汉，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谈两性话题？我回不了嘴，只能够傻笑。S 亏了我这么多年，我也就习惯了。为什么让我不可以？因为本来他要去帮我买我喜欢吃的便当，可是因为要帮你买饭团跟乌龙面，导致我那餐是饿肚子。你知道有一集我是在发抖中主持。我就说 B two 我的便当呢，他说不好意思，那个面去帮汉典买减肥用的食物，然后我就说没关系没关系，让他们就是去忙他们的。你现在是在控诉陈汉典吗？你要不要下跪跟他道歉？自从我演了电影变成电影咖之后，这成了康永哥最爱亏我的点。你变成你是讽刺我没有变成电影咖是吗？你已经是电影咖了。不是不是。